古天乐呢日为邵氏电影开工，之前攞到最喜爱男歌手嘅古仔都仲系十分兴奋啊！咁你2019年又有冇兴趣翻乐坛先？派先啦，派先啦，派戏先啦！佢同祖贤话写首歌俾你，一定要推你，系啊，翻乐坛。系啊，佢话叫你揾你做跳唱歌手，系咯，佢一定要写首歌俾你，得唔得你？吓、啊，派戏先啦，派戏先啦，派戏先啦，系啊，有而家梗系寻秦记开啦嘛。嗯，几时啊？咪呢部《寻秦记》咯。兩部咁樣，唔係而家即係而家呢段時間兩部一齊開。咁你嗰晚得獎嘅時候，就係嚇？嗰晚攞獎嘅時候啊，開心嘅時候，你撞住錢，係咯，哦哦哦，冇回應，冇回應。